我们来到了王走监狱。好、哦，各位朋友，有看《黄金神威》的话，应该都很清楚是什么地方。哎、欸，放我出去！林武，你为什么在这边？我以后不会再外跑了。对，是放我出去，是不可以外跑。不可以，我下次不敢了。这个12年前其实我就想来了，对，只是那时候跟超人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没有进去，因为时间已经到了，就是超过时间。现在发现说，原来这边有站一个假人，警卫。好，这个以前是应该是政治犯。圆梦了，圆梦了。买到票了，一个人是1500块，这个票还蛮可爱的，这个一个牢房。黄金神威的联名，这是刚刚参观的地方啊。这部作品本来我很喜欢的、啊，但后来太拖太呛了，就没有拒绝。这个我很喜欢的，哦，这里，这个牵挂，对，这个是由少年监狱制作的，王走监狱本日开馆，创业昭和58年，这很有趣，就是刚好昭和58就是我生日的那一年，出生的那一年，好可爱哦，狂奔。哇，这台好爽哦！天啊，然后这台也很帅，三轮的车从九州大分骑来的。哎、欸，水平对握呢？怎么帅？这台应该骑2000台吧？哇啊，骑来这边哦？怎么可能2天？开玩笑。哦，你说几 CC 哦？不是啊，我说他骑2000公里来的。2000公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对啊，这我不知道，这我不知道什么牌子，没看过。我来拍票。阿寒湖州游。对，这个一周大概就是阿寒湖游一圈，要90分钟，包括中间上去那个一个小岛，看那个。看那个绿藻球，对，真是一个好地方。阿寒湖，阿寒湖周游真的很冷，就是啊，好冷哦，这叫阿寒湖，不是啊，其实，哎，你看以前有这种，以前这种像房子穿，然后林一武专心看着手机，没有在看窗户。没有在看外面。啊，如果天气好的话就更好，就更漂亮了。对啊，
しているのは湖の中でもほんの一部。放风啦！哎、欸，这是在岛上，就是湖中一个北边一个小岛，这样子。再去看绿，再去看全世界最大的绿岛球。好冷。出发，然后绕这里，绕现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是绿藻球，博物馆，可以这么讲吧？好，那、大家现在围着看的就是超大绿藻球，这个是真的植物、哦。可爱哦！刚刚船上导览说，这个湖有6亿颗以上，然后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绿藻球在这边，只有这里有。那绿藻球大概可以活5到9年，然后最大可以到直径30公分。哦，这边是从科学角度来介绍说绿藻球是怎么成长的。我知道了、这是绿藻球的一生啊，从细胞开始，然后慢慢这样子，岩石上面，然后群生，然后变成球，然后茁壮，然后最后死亡。好好去哦。看你是很猛啊！没有了，我说我看你是很猛啦。对啊，你刚又没了。还下雨。对啊。左方向です。その先目的地です。湖底路线有看到吗？没看到。也没有。都是树啊。不是，刚刚有个路牌上面写湖底路线。我们历经了非常非常非常恐怖崎岖的山路之后，终于来到了这个蓝别湖的秘境。恐怖吗？还好啦。哦，我觉得很可怕哎。有一些弯是的。对啊，这个就是延伸到湖底的铁路。对啊，应该是哦。有了，很密境啊！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密境呢、啊。可是那个，可是这个
这个地方应该比较拍好看的。哈？我这个地方啊。对啊，我觉得这边拍比较好看。这边拍哦，这边比较拍比较有感觉。对啊，这边很漂亮哦。我跟你讲，只有只剩下十几分钟可以拍，快下山了。对。